少人买炸鸡最爱吃的就是鸡腿的部分了。那么素食业者麦当劳日前也推出了新广告，主打整盒都是炸鸡腿。但是近来有不少忠实顾客就发现了，包括门市网站上面无预警贴出了停售麦脆鸡公告。那么对此业者就说了，就是因为疫情过之后买气回温，再加上陆续又推出了行销方案，想不到销售超过了预期，才会导致缺货。再分享盒大腿、棒腿、骨腰、转转腿呢？不用挑，不用抢，怎么拿都是腿。麦当劳广告中主打炸鸡腿分享盒，才推出没几天。我想一盒麦脆鸡腿。不好意思，麦脆鸡腿目前都已经销售完毕了。门外公告到柜台，甚至自动点餐机，只要有麦脆鸡腿的品项，通通售完。就连网站上也紧急公告，甚至外送平台也买不到。可能就是供应的关系吧，但腿更好。腿更好。腿更好。是也可以接受了。麦当劳炸鸡腿大缺货，不少民众好失望，就连推出了新包装组合，打开一看，里头全是翅。原本三种可以选，鸡翅、鸡腿或是综合，想不到鸡腿销量超出预期，现在只能买到鸡翅款，点来点去独缺那只腿。整盒都是可能会有一点，会有点失望吧。我应该不会买。就是等到8月8号之后了，就是先买别的，像汉堡啊、鸡块这样子。原来只是暂时缺货，业者表示，随着疫情后市场回温，陆续推出行销方案，想不到销售超出预期，导致供货不及。目前也正积极备货中，预计8月8号后可陆续恢复供货。虽说只是暂时，但买不到整盒都是腿，反倒只有整盒都是翅，也让忠实顾客大崩溃。记者魏玲燕、曾雨欣采访报道。在一条大道的连天。